反背拳的妙用。一，对付拳法的攻击。搂拍防守，反背拳击面。格挡防守，顺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二，对付腿法的攻击。格挡反弹拳，向里格挡反弹拳，防横大腿转身反背拳，下截反击。组合拳法连击，左直拳，左摆拳，左直左摆，右直拳，左直拳，左上勾拳，左直右摆，左反背，左直拳，左上勾，右下勾拳，左右直拳，左摆，右反背，左直左上勾，右直拳，左右直拳，左平勾，右上勾，左摆，右平，左上勾，右下勾，左直右摆，右反弹拳。发挥腿击的威力。一，对付拳法的反击。下防转蹬，闪躲横打腿，防摆拳侧踹，前闪横打，防劈拳截腿，闪躲铲击，后闪撩裆，转身后蹬腿，前闪勾踢，搂拍后背，劈砸勾踢，反背拳。